显身了。但是当大威德金刚吊上我的床头的那个汤卡吊上我的床头的时候，当天我念金刚前，我念金刚前的时候，既然是大威德金刚马上降坛，马上降临，哇，非常威武的翻山倒海，几乎把这个海底的水啊全部都能往上升。你知道大威德金刚是水牛的这个脚的，它能够入水的。它既然这个驮入我进入大海的中央，然后把整个海水全部给它旋转，那一种境界简直是不可思议，很难去想象的。我才知道，那个时刻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大威德金刚是我的根本护法。